剩一包哦，不要紧啦。迄、那个后壁遐，后壁遐，我等下我拢会会。诶，请请请请请请请来，不搞拖到不搞尾来。来，阿姐来，黑人尾啊，阿姐来，这鱿鱼啊，这钓起价，这钓做十几面，这钓做十几面，阿姐来，阿姐来，买买。这我讲，这钓做十几面，买做十几面用啊，咱这只钓这个只哦，有钱了啊，这里有钱。不如不如啦，有钱大，我来就钱，钱钱，三五千了啊，比现在好钱啊，真系。阿姐来。对哦，一包一斤嘞，一包一斤嘞，一斤卖百，卖三二只，五包卖你五百，五包只，五啊，五人去五只，百五了，一百了，一包，有呀，这条子，这条子，这条子，这回去就是，这做成只，这一包啦，五包多只，来，这条子只啦，这条子只只，只。对，你们都按到920个，直接帮我按到1000个，快点。你包几包？你包几包啊？包直接帮我按到1000个赞了，快点！是吧呀？你包几包菜？你包几包肉？包菜，包肉。好了，一下包了。包菜。来，小姐无啊？小姐，小姐你买买来。小姐买，我找你啊。我找你啊。来不？来。咱老弟有没卖你？咱老弟有卖你啊？真。来，你有钱来买，你有钱来买。你这高兴还是啥？走了，好，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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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，又来，又来，你这样，我叫你，他来了吗？还没来，谢谢，好，拜拜，你这样来，要叫你来，我还不想来啊，这波林华义，这波林华义，有林华义，加起来对吧？冲都冲不到啊！他创头，他创头啦！来来，冲阿布头不到，冲头梗起头不到。我不介意。喂，现在两百来，两百，到来到来，一百来，一百来啊！来啊！他创头，他创头啦！进来进来啦！来，来，有点什么呀？老板，你先。我再来一百来，一百，最后一万嘞，冲都不到来，冲都不到来，现在冲都不到来。来，来，来。你叫老司机来，我等下等下帮我，帮你拿，帮你拿。你叫老司机来啊？是啊。你讲唔在做，怎么都想去找啊？你叫老司机。你讲这，你导我讲哦，这个笑话太低级了。什么？你看我，你讲唔在想去，跟我讲的哦。哎，我冇听啊。我一个，一般来讲，阿拉想去嘅。拜拜。拜。你等一下，我会帮你拿，我会帮你拿。来，九百算一下。对啊，来算一下啊。再回去，买三百号，买三百只，这样120三百，三三百了，三三百只，三百了，四啊三百只，三百了，这个来三百啊，只三百几，三百了，三百块，只了十块两只，三百，三百块，三百块了，三百了，两百块，两百了，两百了。他切不知道，不知道切几只。三人包了，三人包下来，买。三人包下来，三人包。三人包下来。这个鲑鱼，这白皮的鲑皮。鲑鱼皮，鲑鱼皮的，还有鲑鱼皮的。再来一包，一包。又一个汤啊，这白皮的，鲑香一皮啊，鲑香出皮的皮，老公。鲑鱼，对，像以前养我那个厝，那不是鲑鱼，鲑鱼皮，鲑鱼皮是啊，鲑鱼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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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包皮啊，鲑鱼，鲑鱼包皮，鲑鱼皮。好，就剩桌面这些了，后面那两箱我不知道什么，没什么东西了。还有虾子，虾子都没有拿出来嘛。哎，这边有鲑鱼走了，剩一点点了。哎，怎么样？我到了。我买。哎，对。电脑啊，今天讲的，全部全部我都好谈掉了。那个酒是那个赖启正拿来的哈。我是这样啊。钱包上了，我了。钱包上了，我了。很多人是同路人，很多人啊，很多人在，很多人。钱包上了，我。钱包上了，我。
好谢谢啊，这么给啊，啊这样，容易啊，容易啊，要吗？要啊，大伯啊，他报上啊。1块钱，啊不，1块钱开车报，没关系，你就。没关系，我看到我就帮你留，我帮你留。你说留几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下次可以说，讲第一个字啊，鸡乘以一啊，马乘以二这样子啊。打字啊。哦。有助手。下次可以用语音输入的。没按到的。按语音。按麦克风啊。用打字啊。按麦克风啊，用讲话的。那个名。他聊我聊聊呀。哎，都未使拍，你搁卡电话。我等下开车，我拍电话。对啊，就是开车都不要帮。现在怕你，也不敢打电话，也不敢不怕啦。对啊。我三个人改改个节目，准备上会了，他又要结束了。天气比较热哈，然后他们上面没有遮太阳，没有遮雨伞，所以我看不太清楚，所以比较少画哈。今天比较少画，我今天画有比较少了哈。郭老师，你好，我画这么少，竟然还有人说我今天很吵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直播是越南家的，你有手机啊？无帮你用。先明白了，我这 YouTube 哦，我帮你去。你发个 YouTube， 我帮你用。YouTube 这个我帮你用。输入结合，或者是输入结合，等等。我把你订阅，两个字。哎，这场伊暂时台中嘛，有这个好在哦。对，我台中没，礼拜三到礼拜六，礼拜日加嘛。拜拜啊！啊，拜四，我帮你订阅住。拜六，刚才是台中嘛，哦，东兴市场诶。OK， 那你会拜。
好，拜拜，就现在出来拿，要出 YouTube 的，这边不可能出来拿。沙发。哎，还有一只鲑鱼，应该是有人要的吧？有人订了。是安仔吗？安仔，哎、欸，这个是安哥，哎、欸，这是谁？安青，安青吗？我看一下。安青，安哥很久没上来了。喜欢明明啊、哦。画面很模糊的一天，你没有调，你忘记调解析度了哈、哦，右上角的解析度要调一下。对吧？记要学会调解析度哦，要学会调解析度哦。右上角三个点点下去，把解析度调到720p 就好了。你看所有的都会一样哦。没有人哦。这些多少？800。啊？先放着啦，我没有安弄。这个你们收起来。你喝啊？我没有啊，喝，我没在喝的。带去给你弟喝啦。那很重啊。那等一下还要下去吗？好、啊，没什么人了哦。我看一下，现在是10:30吧。10:30差不多。什么东西？鲑鱼卖完了。他们跟你网络上跟你应该是说比较熟的人，他跟我讲我会帮他旅游，然后他再过来拿。他价钱是了。就是上面喊大家。他喊的价钱。对。因为像今天有他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上面。那一个可是那个要比较熟一点的，因为我有遇过不熟的乱喊，然后没来。没来拿的。我有遇过，然后就觉得，所以要我认识的都看，像他我知道是谁，对，这样比较安全啊，不然有些人会故意弄我。有啊，有些人就有人弄过我啊，就是乱喊，然后没来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那是鲑鱼怎么回事？没有怎么回事啊，在切啊，有人买了啦。丁哥今天有吗？没有，今天没有啊。这几天没有，这几天，哎、欸，龙江也哦，有人包走了，有那个龙江啦，龙江有拿来，然后好像、哦、没有拿上来卖，就被买走了。龙江没有，没有虾，没有虾。我一开始我也无在有虾，我会哦。哎，帮我按到1000个赞呐、啊，剩23个，把它按到1000个，快点！快点快点，林启田 ，hello hello， 剩23个而已，剩23个，帮我按一按，快点快点！整只完整就是有人订啊，等有时间再来切。看一下，这是。4、25。嗯？太激烈。25。什么东西？苏仙敏怎么了？仙敏怎么了？我呀。我到哪了？哦，娃娃要去找仙敏吗？1000多个赞。对啊。我看差不多了吧？为什么要收了？我看一下。现在还有2000多人。哦，哦，
看一下，你倒数吧，你要不要倒数看一下？我看一下他儿子，他们还在忙，还算钱。等一下啊，我看一下那个。鳄鱼，哎，鳄鱼大哥也卖完了啊，他们也卖完了啊。我快点过来看一下，你们卖完了，你们也卖完了，哇，哇，这强，这厉害，哎呦，不简单，嗯，我买外壳了啦，好 ，OK， 比较 OK， 来来来来，接着，好了。哦，以后记得来买鱼，就是要来买水果。对啊，哦，同步进行，哦，同步便宜，哦，卖东西没有秘诀，甜又便宜就好了，简单啊，一定要甜哦，没闭馆，哎，一定要甜就好了，哦，便宜不是重点，要甜才是重点。我顶礼拜无阿你欠吼，一大堆人甲我问讲，那无欠你，无欠你。你讲我都低调诶，对啊，伊讲你都低调诶，我很低调。一个月一个月去一届就好啊。回家晚上我就高调了。好，男人的雄风在晚上。听听就好啊。听听就好。来，冰丝姐来了吼，冰丝姐来了。冰丝姐，来冰丝姐来搞红布姐吼。哎，啊，拜拜。拜拜。给你水果，拿去吃。是哪里？对面，他们鳄鱼王子。慢慢吃。OK。来，吃芭乐要吃苹果。慢慢吃啊。然后，那你倒数好了。来，来倒数。OK。边吃边倒数，我们准备倒数了。来。准备要收播了，五，收播了，然后按赞哦，我们要走了，四，好，大家下礼拜见哦，三，他边吃苹果边跟你说拜拜哦，二，好，一，拜拜，下礼拜见，拜拜，跳台吧，拜拜。好啊啦，回家啦，阿伯刚交代，你先拨下面的电话是你的电话。